现在我们呢，准备出发去。阿里，阿里，没错，去法国。你是第一次坐吧？我们都第一次坐，一样是第一次坐。你是第一次坐吗？我，你有菜吗？啊？我不记得，但是我小时候应该坐过。应该有坐过，对。他怎么又换了个眼镜？我戴了两副眼镜，然后昨天本来买了一副。然后结果送给了洋洋的表弟，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要送给我，他一直说要给我，然后送弟弟。不是有饭吃吗？见面礼，这是你这是从韩国带过来的吗？对，无印良品，从韩国带吗？从韩国带过来的，我就怕哪一天想吃的时候可以吃。出发嘞，我们不是一样的吗？天气真好。我像有一种什么感觉你知道吗？有一种就是我的偶像周杰伦在拍 MV 的感觉，走在法国的街头。真的法国，我也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说法国是浪漫之都。哇，但这里很像比较少 hip hop 的风格，穿衣服也是，就很 fashion。这里都是比较简约风的感觉。우리도이렇게입어야되는데。哇，我这也可以吗？在巴黎会很奇怪吗？나쁘지않은데야이털톤내가조금你把这个下面剪掉就好。是。哦，对对。一个的。拉变宽比较好。안봤어? 술이빠져아니야因为他먹어봐술이요안시장먹어봐와完全是我菜没有很甜很简单对是那个虽然呢，威士忌只能解药，威士忌的味道，蛮麻酱的味道，没错。那刚刚加了威士忌。哦。안녕진다사이와이고사이와이고사이와이고我这个都还没有吃完。이런케이블처음먹어보는것같아요我本来就很喜欢吃这种面饼，我吃北京烤鸭都不吃烤鸭，吃那面饼。哦，蛮厉害。对，很好，我喜欢吃，很简单。你这个跟那个隔音不一样。不是，就是说我喜欢吃这种饼。现在刚刚吃在日本，在吃那个卷、啊，我喜欢吃那个皮而已。反正我最喜欢这个，加了酒的威士忌。真的、啊、哦，真的我真的喜欢。老口味，老口味，老口味。就是老人的口味，啊、不是不是，重口味叫做这怎么重口味了？多少那个你看有 whisky 的那个，那是老人叔叔啊 ，whisky 为什么重口味啊？叔叔口味，叔叔口味，哦，就喜欢加点酒。这有一个又来了一个，好几个好幸运啊！谢谢平安，是，喂喂。얘양너좋아하는패션아니야어떤거아까아까그분 I think I'm just gonna wear crop 해좀어해줄까나이거해줄게이거지금할수있어 이렇게해야지 영원한건절대없어그리고우리지금식당가고있는데너무배고프고네갈게요이따봐欢迎。
这个 boss， 我好像很小的时候有这个模型。파리라서좋네요어디가든다내고향이라고불릴수있는정도这里还是非常的漂亮我期待我们吃什么呢法国哎对我们要不要尝一下那个法式长棍我尝过我以前在哪家餐厅的自助餐有尝过那你得去吃他们这里，他们这里是真的正宗的，是吧？你得可以啊，啊，是吗？那你要把那个给我，你不是说前面有？OK。哦。이것은되게많은재미있는就是装饰品。那个也不假，然后还有个，那一块一块也很美，很美。那边根本就不美。이거얼마야25拍一个特别的一个视角，它那个焦点的变化就觉得很漂亮的感觉。So do you have any like recommendations? For what? For everything. Yes, for that. This one.This one is this. Okay. 大块的 tuna 呀 ，tuna 아니야 ？tuna 应该是。tuna and then like ham and then mozzarella. Mozzarella 가지哦，가지구나가지맞아가지먹을게요오늘진짜치고봐뭐야아아这个气场真的好难切哦。我也想说，如果我要吃一个食物吃一辈子的话，你先吃这个。我喜欢吃两个饭类，一个是鱼味，一个是鸡味。一个牛味，一个鸡味。我不喜欢这个牛味。没有毛病吗？对啊。艾普托，他吃了。对。他去过所有世界著名的场景。也没有了，我没去过你家，没有那么著名。看着下雨天，喝着 orange juice， 为明天干杯。巴黎铁塔啊，来了巴黎怎么都能不来这个埃菲尔铁塔呢？对不对？哇哇哇哇哇！我们来到了铁塔，确实。实物看还是比较不一样，너무예쁘고바빠요커요等那个飞机飞到那个黄金分割点上，然后咔嚓一张照。但太小了，这个帘子啥也拍不了，这个帘子拍人像的。
带错帘子了，啥也拍不了，这个太近了。定焦，带了个定焦帘子。来，别跳。上面好多人哦，啊，上面全都是人了，而且那个楼梯都在走，很多字，不会是设计者的名字吧？没错没错，他说有数学家、物理家，然后什么，还有那种工程学，嗯，然后还有数学家，你数学家讲了四遍了，그런느낌은아닌가요한국에서는우리한강가잖아요방사람은여기는한강같은곳이아닐까그런느낌你就会看到我真正带我认识巴黎铁塔的时候是看 Rush Hour 对很小时候就是他们两个演员从顶上面用国旗飞下来哇귀여워밥먹었나今天我们来到了巴黎，然后也玩了一整天，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拜拜。Paris。저는요즘되게집인테리어에더관심많이가지고있어서그냥이번에딱앤티거리가서딱하나두개만좀구매할예정입니다프랑스는차도그렇게많지않아대신에사람들은뭐자전거나다리로이렇게걸어가진짜아침에날씨엄청흐렸는데제가나오자마자햇빛이나오더라고태양의아들그라시에스뻥치오다닫았네요네닫았어아아쉬워제가듣기로는프랑스하면요이작은엑스프레소샷을하루종일여유롭게마시더라고그래서저도한번쯤에이렇게여유롭게이한컵을하루종일한번마셔보려고요근데5분지났는데거의반성격급한데프랑스와서좀더여유있게시간좀가지려고요여유여유의사인램프는소스맛있으면램도맛있어너무맛있어이것도먹어볼래맛있네나어때요맛있어요네맛있게먹었습니다이제곧호텔가서준비하고갈미팅화이팅